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咱们都生在这个末法的时代，所谓末法呀，就是法已经到啊将要灭亡的时候，将要没有的时候。这时候啊，就是魔强法要的时候。这时候啊，就是邪盛正啊衰的时候。所以啊，种种邪说都出现了。这种邪说啊，听上来是很有道理，可是做上来都是啊亡国灭种啊，想令这个人类同归于尽的一种邪说。咱们人都知道，天地间的这个生生不息、化化无穷的这种道理，它有阴有阳，有正有邪。你要啊违背这个阴阳邪正这个造化的生理，一定就走到灭亡的途径上去。现在全世界都怕这个艾滋的病，由这个名词啊就应该觉悟了。怎么死呢？就因为啊乱爱，不守啊这个正当的规道，去做一些个违背生理的事情，还到处提倡，到处宣传，把人性呢都给迷昧了。谁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的，哪个是邪的，哪个是啊对的，哪个是不对的。甚至于都要合法化，这个东西一合法化，那世界就没有真理了。什么呢？就是啊一般人所迷的一种同性恋。那么现在呀，这种爱死的病就因为同性恋而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机，这是啊易经上讲这个道理。所谓有昼就有夜，有善就有恶，有逆就有孝，有天就有地，这是啊很正常的，也是相对的这种道理。因为这个，所以古来圣人也提倡说男女居士人之大伦，因为这个才啊定这种礼仪
礼要，所谓啊，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嗯，这是啊很正当的一种伦常。这个伦常就是兄弟父母祖，这叫五伦。又有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叫五伦八德。要本照这个五伦八德去做人，没有说呀、啊、说男人和男人呢居士，这是人之大伦。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些个妖魔鬼怪呀、啊、出现于世，公然呢就提倡这种的灭绝人类亡国灭种的理论。咱们各位想一想，如果竟人人都搞这个同性恋，这国家就没有人了，国家没有人了，世界也没有人了，世界的人类也灭绝了。那么现在呀，这个天地间恐怕也等不了了，等不了啊，就像你这个人类啊自己啊把自己呀、啊、都毒死了，自己把自己呀、啊、这个都害死了啊，种也亡了，国也没有了。于是乎嘛，现在就生出一种爱死的病，这爱死病也可以说是快死的病，很快就会死。那么到现在为止，还呀没有研究出来这种呢对治的药品。那么令人身上这个抵抗力都没有了，啊，一有啊外边的这个邪一进来就会死。这种病啊，就是因为同性恋儿啊，这叫啊以毒克毒，克制啊啊，造出来一种啊好像原子弹那么厉害的一种病症，就是这个艾滋病，现在不容易治。我本来呀、啊、不想讲这个道理，可是嘛，我觉得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啊被这种的邪说所迷啊，还有啊对大家讲一讲的必要。我讲出来，无论他什么样的就是妖魔鬼怪，他都不高兴，我也啊要说我要说的话。这是今天呢我对你们各位呀、啊、要说的，这个这是一个大灾劫呀、啊，啊，大危险的时期呀、啊，啊，俺不能啊不想发字。那么什么发字呢？大家一起念观音菩萨，希望啊挽救这个豪劫。啊，如果观音菩萨要是显了神通了，什么病啊都会。啊，起死回生，啊啊，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绕言此事须臾，是诸佛不枉说。咱们大家归命观世音菩萨，来呀、救这一些个都要灭亡的人。降龙魔伏虎息，两股金环明里里，不是彪形虚是池，如来保障心中记。吃饭的用一个钵，这个钵不是一种普通的炭，而它的名字呢叫应量器。
这阴量气啊，就是你吃多少你就装多少，也不要不够，也不要多，多了这是啊用灾的时候用的。可是这个波啊不是单单用它来吃饭，而且它也是个宝物，能服降服天魔，制诸外道。这个波里边呢能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装在这个波里头，所以古来人呢有用这个波来降龙来给人治病，所以啊这个波的用途是很多的，那就叫降龙波。那么龙呢是一种隐显莫测的众生，它有神通，可是毒龙也很多，这毒龙啊它能害人，那么护法的龙呢它就能利人。这个毒龙它会放毒气，那么人要一闻见这一股毒气呀、也就会把他生命啊给夺去了。所以古来人呢用这个波降服一切龙，降服毒龙，又用这个波可以给人治病，降龙波。究竟什么叫龙呢？龙降服，因为你这个脾气也是忽有忽无的，你叫他有他就会有，你叫他没有他就可以没有了。来之无踪是去之无影，所以啊我们人这个脾气也可以叫龙。你能把自己的这个脾气不发作了，降龙了。伏虎息，这个息呢就是息脏，这个息脏啊出家人的行脚的时候拿着这个息脏，这个息脏啊有两股这个环，每一个环呢有三个圈，这个两股呢就表示真学真学二弟，每一股上有三个圈呢，两千十六，这是啊表示六度，行这个六度万行。古来这个大德呀用这个西藏这个两个股在那打架，在那斗争呢，他把他用这个西藏给他分开，所以分开了这两个虎就都老老实实趴到一边去了，不敢再动了，所以这叫伏虎息。两股金环明理理，这个两股金环呢明理理啊就是它很清楚很显著的，而这个样子啊也是好像照相似的，可是这并不是着相，所以说不是标形虚事实，不是这么做个样子。如来宝藏心中记，这是啊佛的一个宝藏，这是佛亲手啊传给佛的弟子，这也是啊佛门里头一件法宝。这个出家人呢三衣不阿居，不离身体，也要啊带着这个锡杖，这是种种的法宝。
那样修行。那么比丘有比丘的样子，比丘尼有比丘尼的样子，所以出家人呢一定要躬行实践，脚踏实地来修行，不可以随便的。所谓三千威仪八万气横，这一定要啊特别注意，不求真不断妄，求之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这个不求真不断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得到本了。你要得到本了，就不愁末了。前面那一段文呢，就是把这一段文这个意思给说明白了。入境琉璃含宝月，就好像在那个净琉璃里头啊，含着那个宝月一样，是玲珑透体，既能解死入以珠，你要能明白这个入以珠了，自利利他终不解，自己得到利益也能利益他人，自利利他，这种力量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什么叫本呢？本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个生死的无明破了，无明破了你就得到本了，你既然得到本了，那个末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这样子，所以这说不求真不断妄，也不需要求什么真，因为无真可求了，他已经啊这个悔无不尽啊，真无不存了啊，没有什么这个妄，只有是真，那连个真的名义也没有了。所以说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啊。因为啊你明白了这个真的也没有一个形象，假的还是没有一个形象，这种呢真妄没有形象啊，这个有无也没有一个形象，这个因为自性啊，自性就好像虚空一样，那个真的和妄的都在这个虚空里边。你要是没有啊这个迷毁了，妄自然就不存在了。你要明白了，那个真也是啊显不出来的。所以不求真不断妄啊，了知二法空无相，明白啊这种啊真妄和有无，这种啊都是虚妄而不是没有实体，都是个名词而已，空无相，没有什么形象和令你指着的，无相无空，没有相也没有一个空的，你有心可相才有空，没有个形象又有什么叫空呢？啊，无不空，可是这个时候啊，这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真空不空，所以啊叫真空，妙有非有，妙有不是有，所以叫妙有。那么
这就是个实相离体。这实相离体就是没有一切的执着的，什么执着都破了。这是啊，这一段的意思。清净明见无碍，豁然盈彻周舍看，万象深罗明现中，一颗圆光黑内外。咱们这个心境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圆净智。你要得到这个大圆净智，见无碍，你照什么事一照即了，你照理一照即空，所以说见无碍。什么障碍也没有了，豁然明彻，豁然呢就是大的意思，就是啊光明的意思，豁然呢也就那个样子，明彻，明彻呀就是玲珑透彻，即便也可以看见外，外边也可以到达里边，互相啊的迎彻，没有障碍。周啥看啊，能以周遍的法界无在无不在，迎彻周啥看，万象生罗迎现中，这个天地间的生罗万象，黄狼污水，这些个生罗万象影现中，都在这个里边现出来。一颗圆光飞内外，这个圆光啊，也就是那个如意珠发出来的。那个如意珠啊，你要既能得也是如意珠了，你明白这个如意珠的道理，自利利他终不解。咱们这个如意珠啊，它是会放光，放一种圆光，这种光啊也不是在里边，也不是在外边，这是啊你自性的光明呢、本来就有，可是啊你不会用它，所以就埋了没了很久，现在呀、你得到了，你明白了啊，把这个大圆净智啊也得到了，所以呢有一颗圆光可以内外。研究佛法的人啊，必须要时常耐久，必须要啊天天呢都在研究，也不能间断。你天天呢在这个佛教里头来熏习，就像在这个水里泡着，就像啊用这个烟呢来熏一样的。你在这个用烟来熏呢，一天不见得，两天呢也不觉得怎么样，时间久了就会呀、有一种黄色现出来，就有一种虚染。那么你本来是啊一个物质很硬的，常常在那个水里泡啊，泡的时间久也就会软。就是我们自性很刚强啊，我们常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法水里头啊来泡着，把我们的刚强性啊也就
改变了刚柔相济。你本来呀是没有什么，那么你呀常常在这个佛教里熏习呀，久而又久之呀也就懂佛法。咱们人不要啊那么好奇，你好奇不要紧的，很容易啊就掉到那个坑里头，掉到那个陷阱里头出不来。那么探险的人特别去探险，往往啊就在生命都牺牲了，这是不是值得，这不一定啊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人呢要生出正信，不要常常啊走那小路，走那些黑暗的路啊，见不得人那些路啊，或者好奇呀啊，喜新好异呀啊，这都是啊在佛教里佛教徒啊很容易犯的毛病，结果啊就什么也没有成就，什么时间呢也都耽误了，那么这样子呢是很可惜的啊。你觉得常常到佛教里头来呀这是啊没有时间，那么你按各处啊那个旁门左道的地方跑啊，很容易就中那邪气。现在啊到处都是啊有什么鬼上身呐 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啊、很容易啊就把人迷糊住了，迷糊住啊将来就做魔王的眷属。他们为什么要迷人呢？也就因为啊想要好像抓壮丁似的，要抓多一点眷属去增加他的势力。所以各位啊正信佛教徒啊，不要走偏门，不要投机，不要取巧啊，要老老实实的来研究佛法，这才是我们的本分。各通不因果，茫茫荡荡招殃祸，弃忧招空病言，犹如避逆而投火。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不相信真理，他不相信呢这个因果，所以啊，他的论调是说一切都是空的，人死了就像那个灯灭了似的，什么也没有了。他把一切一切都认为归于空，这叫鹤岗空。波因果，波无因果，他不信你这个人在世间上啊，种善的因就结善，种恶因就结恶果，他不相信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也没有因果，也没有报应。把这个因果报应这个道理啊他给否定了，可是这个因果报应啊
没有办法否定的，他的确是有，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无知识的、很粗鲁的一个。这个莽莽啊，就是啊，很莽撞，莽撞中的又莽撞，就是粗很粗俗的，很无知识，荡荡荡荡呢，就是不守规矩的样子。啊，这个不守规矩啊，是很大的一个不守规矩。不是啊，一个小的不守规矩，因为他不如因果，可以说是错因果，因为错因果就会招出殃祸来。这殃就是灾呀，祸就是祸患。种种的灾殃，种种的祸患，造出种种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呢。岂有招风病已然呢？啊，这叫什么呢？岂有？他说是什么都没有。就只招一个完空，他说什么都可以空的。这个病啊，也是像这个不无因果，这是一样的病一样。这个毛病啊，和那个不无因果是一样的啊，只招空，只招有。说他落于二边上，不是中道了义。中道了义是非空非有。你说他空吗？啊，他又有妙理。你说他有吗？他又有真空。所以真空不爱妙理，妙有也不爱真空。真空啊，它并不是一个空的啊，因为有妙有，可是妙有啊也并不是一个有，可它有这种啊有的成分在里头，可是它不是完全有，所以妙有非有。因为它又非有，所以叫真空。啊，这个两个啊是也是二不二。啊，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啊，真空并不是空，所以它有妙有，妙有啊，它又不是有，所以又叫真空。啊。你要弃这个妙有而只招一个真空，这也是错的。所以说弃有招空，你只招到一个空理上病理啊，这个病理也是这样犹如避逆而投火呀。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怕水，怕被水淹死，所以啊见着水就很怕的。可是怕水呀，结果你就去投火去了，啊，避逆，你怕水呀去投火救火，但是救火啊，也是一样被火烧死，水能淹死人，火也能烧死人，所以火烧的和水淹死的都是差不多，都是死。所以这个你就是气有招风病了，也是这样犹如避逆而偷，
就好像啊，你避开这个水淹而啊，跳到这火堆里去一样。同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桥尾。真诚认贼想作子，咱们人修道啊，要不会用功的人呢、啊，就生出一种大的执照。这大的执照啊，也就是啊，头上安一个头，骑着一个驴啊，再去找驴去。没有这个必要，他自己呀、啊，就那么糊涂。没有啊，宅法眼，所以他以为啊，舍往心。说我不要给我这个妄想心，这舍就舍弃了它，把我这个妄想心我要舍弃了它。其实你这个妄想根本是一个虚妄的，没有一个东西，你有什么可舍的？这样你不打妄想已经就够了，你还舍得什么东西？取真理，那个真理不是在外边找来的，真理呀、啊、是在你自性的里边。你往尽呢、啊、真就现前了。因为往心呢、啊，没有降服，没有放下，啊，你还呀执着你这个妄想心，啊，取真理，你想要找这个真理，那个真理呀，不用到外边去，这是人人本具，个个不如的。所以你也不必取，也不必舍。舍呢就是不要了，取呢就把它拿回来。你不要了它也是照着相的，你想把它拿来啊也是照着相的。这个真理也是没有形象的，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取舍的心来修这种法门呢？所以前面一开始 那歌词上就说，不求真不断了、啊、你不求就是个真，你不断它就没有网、啊、你要有所求啊，那就找不到真的。你要想要断呢，那就是网。所以这个取舍往心取真理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因为你有一个取舍的心，就有一个有智慧，这个巧就是有智慧，伪就是愚痴啊。你因为有一个取舍之心，所以啊就得不到这个真正智慧啊。你真正的智慧是无智也无得，没有啊一个形象可取来的。所以说你要想取想舍，这都是头上难头，这都叫骑驴在那立逆驴呢。本地风光啊，本
家臣没有到外边去，所以啊，程小伟就因为这个你有一个取舍之心，所以就有一个有智慧和一个愚痴了。小人不了用修行啊，那个修行人，小人就是修道啊，求小的人，小道的人不了，不明白，不明明了这个道理啊，用修行。你呀、啊，一天到晚到那儿找这个想舍这个妄想啊，把这个真理取回来拿来，就在经上用功夫啊，不了用修行，真诚认贼讲作子，这个真是就好像啊那个认贼作子是一样的，那个贼呀、啊，言起你这个一。舍这个妄想，这就像有个贼了似的。你因为你在这个网上又生出一个网，啊，网上你又起一个网，啊，取真理，这个真理是没有形象的，也没有可扯、可取，也没有可舍。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去呀、啊。骑驴逆驴，骑这个了驴啊，就去找你这个驴，你已经骑着呢，你还找他干什么啊？头上安头，你一个头瞧得不够，要啊在头上再安多一个头，你说这是什么啊？这都变成妖怪了。所以啊，修道的不懂得这个啊，永远也不能与道合一，和这个道啊，不能合到一起。啊，咱们各位在这个地方呢，要切实注意啊，来研究啊，咱们学佛法要学啊有智慧，不要越学越愚痴。小有智慧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要啊投机倒把取巧啊，好像各处想要占便宜啊，想要得到自己利益，那不是佛教徒，那是啊借道养虚，借着这个道的名义来呀、啊，想自己想发财，啊，想扩张自己的名誉地位，这都是错的。损法财，灭功德，莫不忧思心一时，是以。这是说前面呢，那个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小人不了用修行，真诚认贼讲作子。咱们人呢，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太过，一个不及。太过呢和不及是一样的。咱们修道的人不应该用这个妄想心来修道，应该呀、啊、用这个本妙明心，本来啊
那个心是不可思议的，他无所不明的，不用啊猜测嫉妒，不用去想去，可是啊往往这个人不会用功，就用你那个肉团心，用你那个缘虑心，用你那个嫉妒心，用你那个猜测的心来呀推求这个修行的道理，用这种心，用这种意，用这种分别的识，就因为啊错用了心意识，没能啊回到自己那个本妙明心性净明体上，所以这叫错用心啊，损法财，他也啊把你这个真法呀也不现前了啊，损上灭功德，你本来呀做功德，你净用这个心意识的心去做去，总想啊要有所得，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抓手在那抓着，用这种啊心意识来修行。所以啊修行的人对这个道理不明白，竟在心上用功夫，意上用功夫，那个识上，分别的识上用功夫，所以说小人不了用修行，不明了，就以这个心意识就当了是啊用功的一个工具了，生了大指着，这样修行啊越修离道越远。那么因为这个禅门里有了却心，了却心呢就是不用这个心意识，所以说谈到无心便是道，叫无心，无意无识，没有这个心意识啊，了却心没有了，这个心呢就是心意识都在这里它包括着，顿入无生之见力啊，这时候啊你就能证得这个无生法忍，由这个大智慧现前，得到这种啊圆融无碍的智慧，这时候啊就是成了一个大丈夫，大丈夫秉慧见，般若风起金刚焰，非但空摧外道心，草称落去天魔胆。这个怎么叫大丈夫？大丈夫在这个中国孔子孟子所讲的大丈夫是什么样的？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的人就多数啊钱多了，势力大了，就不守规矩了，所以啊行为就不检点，就有淫乱行为，这个花天酒地，不守规矩了。可是你在富贵的这个地位上还能不淫，不会不守规矩，还是守规矩，老老实实的，不违反人间的法律，不违背天上的法律，不违背地狱的法律，这样的富贵也不能隐烂，贫贱不能离。这个人呢要贫贱了就没有志气了，就不摘手段呢，投机呀、取巧啊，啊，什么产妇啊、交贫呐、种种的这种很卑鄙的行为就现出来。这人要一穷了，穷了再能啊不转移他的这个志愿，还是要啊做世间一个最正大光明的这种人，把自己的人格呀建立的非常正大光明，总要有志气，不去同流合污，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威就是啊用这个势力，在什么势力之下也不屈服，不屈服于这个权力之下啊，势力之下不屈服，这就叫个大丈夫。这是世间的大丈夫。俺们这一段文说这个大丈夫，这是出世的大丈夫。出世的大丈夫在那个眼目之中心目之中根本就没有富贵这两个字啊，没有这些个东西，也没有贫贱两个字啊，没有富贵那有贫贱吗？也没有，没有这种阶级的观念啊，权力的观念、人我的观念都没有了，心里没有，也没有一个威武啊和不威武这种观念，这些个世间的东西都干净了。啊，这时候是顶天立地，通天彻地啊，这种豪气长存，这种正大光明的这种态度是充满宇宙，他也没有一个人我是非呀、啊，这些个问题都没有。他是不是不懂呢？他懂，什么都懂，可是什么他也不去违背
这个道义。这种的大丈夫，他凭着什么他能这样子？凭着什么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凭着什么他心里没有这些个渣滓子，没有这些邋遢东西？就因为啊，他秉慧见啊，他也没有啊这个情情爱爱呀，啰啰嗦嗦这些个马马虎虎的东西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就因为他有智慧见，他把这一切的葛藤都给斩断了。七情六欲都不生了，财产名食睡也绑不住他了，所以叫秉慧见。